世界分为三界之说，分别是天庭、人间、地府。人是有灵魂的，每个人有三魂七魄。人们认为人分魂和魄，作为阳气的魂和作为阴形的魄结合形成人。人去世以后，神魂灵气归于天，精魄形骸归于地。日报娱乐新闻，白月光歌舞厅重磅开业。白月光歌舞厅是上海大亨李根旗下的产业，集饮食与娱乐于一体。白月光歌舞厅所在位置优越，坐落于其最火爆的上海大饭店内，由远到东洋留学的顶尖建筑师打造。此次开业也吸引了不少名流和权贵到场，见证了这奢华舞厅的开业。众目睽睽下，李根会长挥手致意，为开业和整个白月光歌舞厅及其员工们的贡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。
财源广进啊，生意兴隆，万事如意。鬼打墙又称鬼砌墙，一般发生在大凶大阴之地，而当事人则像着了魔似的，会在原地打转，盘佛走进迷宫，不得脱身。注意，在鬼打墙中，请务必让自己保持在光亮的地方，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恶鬼上身。
今晚老大要招待重要客人，请务必在晚上10:45之前清场，那间420号套房留给那位客人。老大说了，谁不好好干都他妈的滚蛋，别闲的他妈的瞎打听有的没的，知道多了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